您注意看，我即马对你的情况爱改变。咱即马是高级班的学员已经结业啊，今日三点半，恁就会摕到恁的结业证书，所以我爱称呼恁众将官。在座哈，在座呢，你毋是将来毋是做咱民政的将军，啊，就是做民政的官员。但是呢，超过过两个月以后啊，恁会接到通知，所以恁的老的电话一定要非常正确。啊，这通知是啥？要给你通知讲，你要来回来法理点招，法理的点招。什么叫法理点招？法理点招就是讲要确定讲，你经过两个月，你家己转去厝去想想的，想讲咱即马讲的论述对唔对？啊！你感觉讲啊，这种是完全正确，就是台湾的地位。安尼呢，你就回来参加法理点招。法理点招就是确定你是台湾民政府的官员。法理点招以后，你就开始会当竞，会当竞选，因为高级班毕业的人有权利。你会当竞讲，你要来做郡守。什么叫郡守？郡守就是全台湾，咱有分做五十个郡。咱有一张郡守的迄个叫做啊，伫后壁吼，伫迄个州甲郡的迄个行政区，咱现准是将全台湾啊分做五十个郡，平均一个郡呢，差不多人口伫五十万左右，等于是小县长。但咱这郡守呢，唔免经过选举，但爱经过啥考试。做郡守的人，法律一定爱办，你当来参加考试。你即摆已经国际班毕业嘛，你就可以参加考试。各位运气也真好，四月初五，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，咱有郡守考试，你当回来参加。你当试看卖啊，试讲我对这个法律啊捌偌济。但是我先跟你讲哦，你服装仪容如果不整的话，咱的班长袂好你参加考试哦。什么是服装仪容？就是爱穿，像我即摆即身就是咱的制服，咱的西装啊。你也看吼，咱这个穿西装吼，你咱一片出来规千个拢穿西装，拢穿同款式的，也是兄头呢。这个伫外口的人对咱台湾民众吼印象拢真好。咱不管外口的人安怎甲你讲，咱一定坚持讲吼，敢若有法律这条路会当去咯。你也看现准时，即个学运也好，以前民进党伫行街头也好，啊，党外的时阵啊伫抗争。结论是安怎？有效无？完全无效，对台湾的地位拢无影响。今日这个长啦吼，算长，长呢，美国的国务院再度发表对台湾的政策，伊讲吼，我们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。伊讲吼，你中国卖多哩乌白发表就是给台湾人，就是讲美国已经改变伊的政策，未当改变台湾的现状。未当改变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啊，这个国际地位，我甲各位讲，就是日苏美战，属日本天皇，但是由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咱小过国际班以后啊，恁的权利就是讲，你会参加法理点招，同时呢，过来就是职务点招，有几个职务，郡守，啊，郡守你要考试，啊，考试免钱，啊，佫有赚一顿迄个暗顿好他食，但是你无一定考会过。因为咱考的虽然真简单，是非甲选择有简单无？咱以前读册阵上爱考是非选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侬嘛惊填创啊？哦，你也开课，好、啊，你也考。是非选择哈，但是我先甲咱大家教一个秘密哈，秘诀。你伫考的阵哦，选择题爱先写，你唔通迄个做是非题先写。是非题先写的阵哦，你也。突踢到铁棒，咱考的题目啊，有200题，啊，200题啊是有17页的纸，17页的，所以我都唔惊你作弊啦，你无多作弊啦，安怎讲？甚至乎你看册嘛无要紧，乎你看册你都不一定考会过，啊，所以你唔通讲哦，我足认真嘞，有一摆吼，那个老爸带查某囝来考，因为阮查某囝足厉害呢，我讲他厉害。伊考咧中华民国迄个考试吼，两届高考吼，拢通过呢。我讲哦，恭喜哦，奇怪呢，阮查某囝考3摆，本事拢考袂过。
我讲吼，因为咱这是法律，我免你用背，你也该理解。你理解了以后，你出去外口要甲人讲都可以。你要看吼，咱到今日为止，咱今日拄啊好一期啦吼，一期有四个日本人，哎，五个啦，算五个日本人啊，啊来去受训。啊，其中啊有一个是教授，啊，这个叫小明木教授哈。稍等下呢，十点的时阵哦，会来上恁的课。啊，讲一句，但你免烦恼，边啊有甲你翻译。啊，这是伫日本真有名，伊伫迄个伊个网路吼，伊个网站啊，是全日本吼排第七名的。啊，这个教授，伊拢讲这个历史。伊有一天呢，咱去年的时阵吼，十二月咱去日本的时阵，啊，去甲日本天皇接受的时阵哦，啊，咱发现讲，这个教授，伊讲甲秘书长讲的拢差不多呢，有差不多。刚刚一个所在，伊无理解就是啥，就是日本天皇迄个教授，因为迄个教授啊，因日本人嘛唔知影呢，所以咱在座吼，你伫遮读遮尔啊济啊，我相信恁大家一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讲过去六十八年来，咱拢受唔对的教育，唔对的历史甲咱教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很准时吼，咱即马现任啦，现在啦吼，咱为差不多六七十期开始吼，警察的同仁，就是现在在担任警察的同仁，包括分驻所的所长，拢来去受训，啊，包括现在的职业军人嘛来去受训。我甲各位讲吼，现准是伫咱家受完训的最高的，现准是中华民国的军官最高的阶级是中将。现役的呢，伊嘛走来受训，伊讲吼，伊伫网络看。我你做中将，你个也要看网络算厉害呢吼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讲你这个就对啊，你这个对绝对是对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找这条路拢找无，伊讲终于找到了。啊，所以来受完训呢，他很高兴回去。我刚刚告伊讲吼，咱四千名来这是分布各种每一种不同的职业，所以你可以挑选郡守。当你郡守，你若考袂过吼，你就爱经啥经政治局甲事务局啊，政治局甲事务局吼。迄、那个班长、班长，迄、那个你爱将迄个吼，咱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吼，较紧的影印吼，分给每一个人一张，互恁等于恁来当做参考。当然网络上有啦吼，网络上也有。迄、那个稍等下吼，这个下课以前吼，会分给各位一人一张，咱的迄个中央政府的诶迄个结构啊，所以你要参加政治局、事务局，这个中央啊。我们已经建构完成中央、州、甲郡。中央呢，啊，那事务局内底啊，所讲是省，甲日本同款啊，文部省、外务省、总务省，我们已经恢那个恢复，恢复甲日本时代同款，叫做省中央。这个省呢，各国呢，就是伫这里啊做，这个州呢叫做厅，什么厅什么厅，啊，伫这里啊做郡的时候呢，叫做局。咱后摆转台湾，即、这个行政单位分成三级：省、厅、甲局。啊，你可以来参加，自己参加。所以你的职务点招，你来参加迄个啊，做政治局甲事务局的点招。咱若通知讲，什么时候有政治局、事务局的点招呢？你家己讲讲，你后摆要从事这个职位，你就可以来报到。啊，过来呢，就是黑熊部队，哦乌熊呢，就是后摆我们会接掌我们的啊、海巡，啊，咱的自卫队啊，自卫队啊，军队是免，因为军队是由美国人来担任，伊美国甲咱占领，伊爱负担嘛。迄、那个也做买迄个武器，美国爱负担嘛，伊家爱去买，咱唔免买。你莫讲啊，干那迄个军购啊，咱一年啊，先几啊千亿，所以咱唔知讲会当甲各位开迄个支票。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呢，咱买。发这个一间厝的原因在遮啦，咱免买军费啊，你甲咱占领啊，所以恁有华裔美国甲你占领无？有无？有诶，举手，巧啊，巧啊，巧啊！我所以讲，你要独立无？你要建国无？无人买啦，我无甲你骗。台湾人若知影诶时阵哦，会甲波多黎各共款。波多黎各已经互美国占偌久啊？占百几年啊？啊，美国是气甲要死呢，你毋通叫美国讲很高兴呢？美国讲吼，你们赶快独立啦！啊，无恁吼去做美国的51州啦。我讲吼，波多黎各人头脑比咱台湾人较好。
那因以前可以占领以后，因就照国际法，甲美国讲吼，我们不要啊，你占领很好啊。所以波多黎各拢生了拢大大颗，伊也白做代志啊。啊，若无钱呢？美国你要拿钱来啊？所以伊的国防拢是美国你家负担吗？啊，但伊出去外口滴比赛，拢用波多黎各的队，你捌看无？哈、哦，伊也无讲伊美国啊，伊讲波多黎各。啊，所以美国讲嘿，安尼闹公平啊？波多黎各啊，谁叫你甲占领？啊、所以罗威尔呢，最近这十几年哈，美国已经挡未掉啦。甲波多黎各哈，你要公投，用公投可以，我来公投。好、哦，阿罗，伊就讲个讲啊，我们要不要独立？啊，但是哦，因遐一寡迄个有志之士哈，都公家经营哈，因波多黎各也怎样？啊，公投啊，要不要独立？无人要独立。啊，经过三年，因为公投是三年以后才会跟搁再一摆嘛。啊，三年以后。国门要不要独立？国无人比。啊，比如讲，啊不换啥？啊不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，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就要交联邦税，你也变人来州里来交税嘛。啊，伊就国甲叫迄波多黎各人讲哦，我们来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好不好？国分落去，国袂贵。五十一州也无爱，独立也无爱，按、啊、连续三四摆都经过十几年去啊。啊，即摆美国已经无多啊。啊，甲上落尾啊，甲上落尾啊！美国讲吼，诶、欸，你波多黎各人谈到这样好，你都爱投迄个公投的时阵，迄个名称个变化，你要不要独立，或者要变成五十一州二选一啦？安尼对啊啦！啊，出来波多黎各无多啊！啊，伊讲安尼变成五十一州，啊，拢通过讲变五十一州，因啊，人伊研究美国的宪法，美国宪法规定讲，除了五十州以外，不要增加新的州。啊，毋着通过呢？啊，怎么通过？即马即个球阁送互美国，啊，美国听个听，美国个国会未通过啊，啊，所以啊，维持现状，安尼足好个。我甲你讲啊，台湾人啊较巧个，咱即马吼，伊既然拍赢咱，甲咱占领，咱就赖伊，我们就赖他。我讲哦，你拢免做工个，啊，有钱好摕你买吗？未举手，我嘛要举呢。哪有人遐戆个？我讲你独立，第一独立的时阵，这少年的十八拢爱在做兵。啊，国家爱买军费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这尼啊细，买军费敢有效？即卖美国的迄个武力哦，是偌强，强到你会惊死。我跟你讲，根本都唔免甲美国去对抗啦。所以咱真欢喜，美国占领我们，全世界有偌济国家希望美国甲占领，你敢知啊？啊！因为希望美国占领，但即摆有一个国际法讲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有无？啊，即摆啊，即摆嘛无，但是归独台湾有效啊！台湾是以前的代志啊，你占领，啊，咱就赖。啊，所以今日的所谓报纸拢有啦，美国国务院长发表啊，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，我老早就知影不改变啦。啊，若没有改变，就是讲还承认美国占领台湾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豆豆来了，卖急。所以外口一寡戆仔的台湾人哦，我相信因有一天会醒过来啦。这个醒过来要靠什么人？要靠在座各位啦。我们要求咱大家较高位的。啊，若不爱相信的，你卖改变；不爱相信，你讲好，较慢的。你未感觉吗？从咱开始告美国到今日，台湾人为无人知影，到今日上无身份证两万的申请啊。上少有85%以上的台湾人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？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台湾民政府就是要改造台湾国临时政府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改造台湾国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台湾民政府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啊，我计较呢，那么改造福尔摩沙民政府可不可以？也不可以，因为台湾这个字在1954年的时候，美国已经发表所谓的台湾代表台湾跟澎湖，福尔摩沙跟澎湖，所以你卖多你想康想胖啦。台湾人是头脑有够好啦，上啊两上一个初级班、高级班等于哦，吼想康想胖都，但是必无练啦。所有爱研究我拢研究了啦，我写600多篇的那个文章，不止600啦，差不多我看2000篇的文章啦。每一个系统，每一个方向，拢写得足清楚的。
你一旦逐天去看咱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即卖已经打啊440几篇、41篇啊、42篇啊，一天一篇，一天一篇呢。我一天能当写一篇，你一天我都看一篇呢。我无甲你骗啊，你一天你我都看一篇啊，因为每一篇你看了，你也想足久的呢。所以我甲各位讲吼，我伫写遮，我当想讲吼，有如神助啦。啊，足奇怪，我伫写的阵都。哦，迄、那个数据的哈，当然我头脑好也有关的啦吼。小波嘞，我咧写的时阵哦，迄记忆力啊，马上一直好，所读过拢直直出来，直直出来。啊，搁一个好消息，甲各位讲，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，伊有迄个国家机密档案，因为有诶机密档案啊，美国不爱荷兰啊，啊，咱就为加拿大下手。啊，加拿大的。总理的办公室的机密档案哦，已经拢交予咱。伊内底所有有关福尔摩沙，就是台湾、纽西兰、澳洲、英国、美国和加拿大的迄个机密档案啊，拢总予咱有千几啊英文。各位，有这物件，啥物人要甲咱编啊？我甲你讲啊，所有要甲咱编啊，我遐拢讲啊啦，我嘛无必要讲提供予伊，但是我。已经摕这个机密档案，即马伫甲 scan 吼，要搬到所谓州长、议长。我甲你讲，我绝对敢甲各位讲，咱台湾民政府啊，后摆伫台湾啊，一定会发光发亮，安尼好唔好？所以有一个代志，我要请教各位，啥物人控过美国？哎，对，即马较巧啊。啊，有诶吼，我以前吼问诶啥，啥物人控过美国？你啊？迄字唔读做你啦，迄字读做咱。咱控告美国，因为在座的名拢伫内底，咱有翕相，咱拢是其中的一个分子。你免烦恼，歹的工课拢交互我，唔对的工课拢交互我。若要凊彩凊彩我，安尼好唔好？安尼好唔好？我足无良心的呢。无啦，这甲恁讲笑啦，你免烦恼的啦。咱吼为2006年告美国到今日吼，中华民国的制度，中华民国司法部对咱生任何处分呐？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啊，重要的媒体啊，拢伫密切注意台湾民政府。咱呢不提倡革命，我们没有暴力，所以我甲咱所有同心讲，我们不要当革命先烈。革命先烈翘起来嘛，咱是要做啥？革命先行者，为着爱会记哦，拜托来谈两解。革命先行者，搁一摆，搁一摆，嘿，啊，你会记得这个名称吼？人来你甲你问讲吼，啊，你是叫啥？用革命先行者。啊，那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后摆我们接掌政权啊，你要享受，无人敢讲你唔对啦，因为你革命先行者，所以即摆呢。咱为着这个也做台湾民政府甲美国军事政府呢，啊，咱本来有发1000台车牌有无？咱即马开始呢，搁加发2000台。啊，但这2000台，你若要一定爱受过高级班训练，人才会使摕。好，啊，咱你若摕买这个车牌呢，向你的郡的郡守备，50个郡，你要回去要找你是哪一个郡，啊，那网络拢有。那个车牌吼，那甲大家人承诺一个代志，就是讲这个车牌呢，写甲真清楚，头一个写 USMG，USMG 什么意思？美国军政府 ，TCG 叫啥？台湾民政府，对咱发的车牌。那个一寡警察的同志吼，足趣味的，啊，有警察同志讲超工甲咱砸车呢，啊，有迄咱的同志嘛，足紧张的，叫砸落来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哇，我塞半年哦，即马头一摆有人甲我查呢，伊实况转播啦，伊敲电话马上敲电话话，实况转播，我哦啊即马安怎？因为我唔知要创啥，我甲停落来看麦，看伊要创啥，啊停落来，3、4个警察讲起来讲车牌甲看看，啊，咱的同事甲问，啊你要开单吗？伊讲无啊，我无要甲你开单，啊无你要创啥？我要看传说中不能开红单的红牌。哎、欸，伊不是一摆尔，2、3摆哦。伫迄个台中、伫花莲拢有哦。
啊，警察同志讲，甲咱的开车的同，迄个咱的同心讲啊，讲一定甲恁中央建议啦吼。阮的白牌甲恁挂顶端啦，啊，红牌吼挂下骹啦。我讲你甲讲，绝对不可以。红牌较大，白牌较细，所以较细挂下骹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要讲这是讲吼，因为咱挂这個，咱没有违法，没有违他们中华民国，咱是符合，因为。中华民国交通道路管理规则十二条之一是规定讲未悬挂车牌，我们没有悬未悬挂车牌啊，那种挂车牌啊，而且这个车牌有没有来源？有啊，你的行车执照，台湾民政府有行车执照给你啊，所以你是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五字是经过美国批准的啊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向中华民国登记啊，安怎讲？我们不承认他嘛。所以咱无必向中华民国成迄个登记啊，颠倒中华民国爱向咱呐登记注册，唔是咱向伊登记注册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。所以有人去甲问，即个做内政部啊，流亡政委内政部讲话 ，TCG 是唔是合法的组织？啊，头一摆伊甲安那讲咧，伊讲 TCG 不是非法组织，你听我，伊不爱甲你讲合法，因为咱都无登记嘛，不是非法组织。啊！伊想是相片啥？相片伊的责任嘛？咱是向啥物人登记的？向美国。咱就告美国嘛？啊，告美国，啊，过来美国的司法部冇承认咱啊！你是网上有看到迄美国的司法部有写批给咱嘛？对不对？你拢足清楚的嘛？所以呢，啊，为你安尼来讲啊，所以到今日为止啊，中华民国的啊，就是因为所谓的司法到今日啊，从来冇甲咱开过啥物罚单呐、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这第一就是讲吼，咱对这个法律啊研究非常清楚，而且都很知道。过来一点就是，咱即摆开始呢，你高级班毕业以后啊，会当参加去日本。当然去日本爱钱吼，唔是免钱吼，你要听清楚哈。啊，去日本，啊，你去日本呢是今年八月十五前两天啊，会去日本。哦，咱会去日本天皇的这个陵寝啊，去给伊致意，同时去靖国神社给伊致意。啊，这是咱每年的这个做活动。啊，咱即马开始呢，会向恁拢有资格，会当向恁的州长报名，还是向中央直接报名。中央办公室的电话恁知无？知影举手。一个尔，两个。我感觉恁是足可怜的。啊，恁上几波拢没上啥物物件呢？我甲恁讲啦，0335566363，啊有简单无？0335566363，我们中央办公厅的电话。啊，咱有一个组长，甲我赶快换姓林，叫林组长。你有啥物代志，甲问。当然，上好你莫甲烦啊。你是要烦，先去烦恁的州的州长较好，还是烦恁的郡守较好？哈，啊，0335566363，咱的中央办公厅的电话。咱要参加这个去日本的这个叫做8月15号，加这个叫做12月20号到24号的活动，咱国际班毕业有这个权利。当时听清楚，因为咱这届拄啊好拄到这个时间，为4月初一是当时后天，今天3月30嘛，4月1号开始6个月，听清楚啊，唔能跋倒啊。我们被授权发行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，同时呢，我们会征求100位勇士，讲勇士嘛唔对啦，就是被美国啦，摕咱的旅行证件去美国，啊，咱会请一挂国际媒体伫迄个美国的外号等，恁经过就迄个美国的海关出来，拢总翕相。但是我刚才有10个人尔，啊，时到公开开始啊，做4月1号啊，这个代志公开以后啊，恁会当向中央还是向恁州的啊做州长报名，讲你要参加这个旅行证件赴美的活动，10个人尔吼，是啊，爱家己自费啦，先甲你讲哈，唔是免钱哦。咱台湾民主所有的工作拢爱啥自费，咱无钱。咱嘛无募款，来我问恁，恁有啥物人捐款予台湾民政委，请你举手。
啊，你若无从来没有捐款给台湾民政府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拢无嘛吼，哦，你看，诶，啊，交好啊，啊，才有等人你甲你翕啊，翕清楚啊。搁一摆，无，你从来没有捐款给台湾民政府的，请你举手。诶，啊，你有功德啦，好。啊，所以呢，要去日本爱开家己的，要去美国爱开家己的，做西装开家己的，当然拢爱开家己的。啊，但是呢，咱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们一执政以后，我们根据咱过美国的时阵。最高法院的要求，我们训练4000名的人员来接掌政权。啊，这个、公务人员专台湾呢，中华民国是有200,000呐。啊，但是咱头前的这4000个哦，虽然我唔敢跟你讲哦，这无拢记在里边啦，但是这无，这职务呢，你可以挑选。啊，咱即马后礼拜咱就是参众议会的议员的点招，您开始有资格会当点招，你等于吼一个哩。去找你的州长，甲你的州长讲，我来做议员袂歹。好、哦，议员是迄个做替老百姓讲话的人嘛。好、哦、啊，行政官员是政治局甲事务局，所以你若愿意参加点招的，你爱看网络啦，网络伫点招的时阵哦，你如果愿意参加的，你就可以来参加。咱有当时啊是，拢尊重个人的自由。啊、哦，你不一定爱甲州长还是郡守讲。你若看到网络，你就可以自己活动啊，自己要求自己来啊。所以呢，咱今日要毕业的前几点前久啊，啊，这好消息啦，甲咱各位报告，安尼好冇？啊，非常等下吼，10点呢，日本的迄个国学的迄个教授啊，要伫遐上课啊，我买来听看麦啊，哈啊。这个教授是坦白讲哈，这个教授非常好。啊，伊呢，咱听看麦，听看伊，伊伫日本的讲课，伫日本的教历史，看伊捌偌济。啊，咱已经嘛高级班毕业啊，你会当听讲吼，到底伊这日本人对这物件，伊捌偌济，还是有什么所在唔对？当然你买要甲纠正吼，拜托较有礼貌呢，卖伤歹呢。啊，你都唔对唔是哈？啊，有很技巧的。改问，安尼好冇？来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10分钟。